期比较高，会有一些很难实现的理想，但是呢又莫名其妙的又有自信和希望，可以觉得实现这些理想。请问师父，这是颠倒梦想吗？如何对治呢？做不到的事情在想，就叫颠倒梦想。很简单，其实有些人想了不该想的就叫梦想。那但是他觉得这些梦想又有莫名其妙的自信和希望，那这个觉得可以实现，可以实现的已经不叫梦想了。可以实现的话，他已经是在望着理想，在望着自己的这个理想在奔跑了，已经往前在奔跑。